唐先生，你们这个单元可都是签了合同的，就差您这一户了。我老婆还没回来，我不瞒。你老婆失踪十年了，十年什么概念知道吗？她跟别人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吧？啊！再说了，十年还不回，那也早该死了吧？啊！说什么呢你？我说你老，您甭激动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出来，咱们好好谈谈。没得谈。Thank you.
倒霉，来啊，拍照呀！找到我，我就嫁给你，我就嫁给你。老张，不好意思啊。今天下午在资本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有一辆黑色 SUV， 这是车的车牌号，麻烦你帮我把这辆车的信息查一下。把这个给他查一下。好的。你来的正好，这是这个月的失踪人口信息，你看看能扫了。谢谢啊。港湾项目获得了全亚洲的瞩目。今天来自香港丰源银行的负责人邵云峰和来自白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白小云联合在本市召开记者发布会，来看现场的情况。邵总，香港丰源银行与白氏集团共同打造的江城金色港湾，据透露这个项目总耗资在400亿以上，那么您对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是如何看的呢？江城是个美丽的湖城，它经过了全方位的现代化生活体验。你们香港丰源银行为什么会选择白氏集团与其合作开发？白氏集团有什么方面吸引到您呢？这个问题还是由白总来回答吧。我们白氏集团啊，与香港丰源银行在对江城发展的理念上啊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呢，我们白氏企业又是江城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所以你们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作呢？那么邵总，你可以说一下咱们为什么首先开发江城金色港湾这个项目？这在香港丰源银行与白氏集团的合作。我说咱哥俩是不是也该聚聚了？哎，你定吧。哎，老队长，该收手了吧？这都多长时间了？是死是活总得有个结果吗？行，先不说这个了。开发商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但我没搭理他们。谢谢兄弟。你跟我谢个屁呀、啊！咱俩就别再假客气了，行不行啊？杨队，嗯，有情况。老唐，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案子了。受害人是被割断颈动脉的，辖区派出所已经派人到达了现场，现在法医和痕检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视频已经被人远程抹掉了，验尸报告已经出来了，受害人是被割断颈动脉的，死于失血性休克，凶器尚未找到。太像10年前的一起案子。请进。邵总，总部现在就金色港湾项目要召开紧急会议。我已经准备了一个预备方案，问题会上解决，你去安排一下时间。好。邵总，市刑警队的人来访。邵总，请坐。白小云的事情你也肯定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公司有个合作，
就是想了解一些事情。可以。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面是你想干嘛啊？你叫唐月，38岁，曾经是受人瞩目的警界新星，被寻妻拖下警服。前两天扔信封那人就是你吗？认识一下，白小若，白氏集团二小姐，白小云的妹妹。这就是我姐，她昨晚被害了。我来找你，就是想请你找到害我姐姐的凶手，帮我姐姐讨一个公道。这种事情应该找警察，我只是个看车的。唐月，发卡的主人你也不想找了？这是我男朋友方晴，播吧。真的要让他看吗？这是监控拍摄到的我姐姐被害的场面。10年前就被你亲手打死了，但这就是一个人。林岩他已经死了，10年前就已经死了。10年前他从楼顶上摔下去，他的尸检是我们分局给做的。那他是谁？我活着，只为一件事情，但不是这件事。就是个懦夫，你未婚妻要在，他
他也会为你感到羞耻的。你堂堂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不见了只会满世界找。你以为你是痴情吗？你这是无能。十年了，你到底找到了什么呀？开门！开门！够了，够了！你开门！够了！开门！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不一样，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除了他，谁也帮不了我。十年前你女朋友失踪那天是个雨夜，对不对？你杀死林兰的三个月后，你的未婚妻就失踪了。后来有个人看到了某人车上沾满了新鲜的泥土，还有一把铁铲和麻醉喷雾。其实这一切我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和邵云峰有没有关系？要想知道真相，只有你帮我查林兰，查一个明明死了十年的人又跑出来杀人。唐月，帮我就是帮你自己。这桩案子已经过去十年了，很多东西我们都要从头来过。当年的林兰杀人可是江城的重大事件，大到小到消息都特别多，传得最广的是说邵云峰在外头有了女人，还不止一个。邵总您好，想请问一下，在2004年我们丰源银行有什么崭新的计划呢？赵夫人，赵夫人，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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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其中一个怀孕的女人打上门去，林兰是报复杀人。这应该不对，当尸检我们做了，那个女人没怀孕。据我了解，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林兰杀人是真的，但她杀人的动机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这个女人和邵云峰之间确实有暧昧关系，邵云峰在外面沾花惹草，但是他每次除了出差以外都是按时回家的，所以我们分析他应该还是爱着林兰。这个是林兰留下来的。谁是唐月？谁是唐月？是你铠甲打错了我的，我告诉你，你会得到报应的，你会得到报应的。邵云峰要真这么好，林兰还杀什么人？我听说林兰死的时候他喊了一句话，他喊了什么？他喊这话一直让我们很费解。难道他想杀一个叫白雪的人？邵云峰身边没有一个叫白雪的人，这个我们调查过了。那是林兰杀错人了吗？我认为他没有。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女人跟我姐姐有几分像？这两个案子之间肯定有关系。但我听说邵云峰有不在场证明，我姐姐死的时候他在参加会议。那我真得去会会他。为什么？邵雨，林兰有个女儿叫邵雨，当时她十岁，现在20岁。一个20岁的姑娘，长得会不会像她妈妈，谁也说不准。你怀疑凶手是邵雨？我怀疑一切，
希望他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安。盛云峰，你在不在？在的话出来露个面。唐警官，久违了。我想，他不想见到你。唐警官，来我们家有搜查令吗？我现在不是警察了。那你来干什么？我想见见你的女儿邵雨。见她？为什么？能让我见她一面吗？十年了，我们家那点事儿你不早就查个底朝天了吗？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在我们这些家属心目中，你代表的就是痛苦。看不见你还好，当你出现我面前时，我的心在被你凌迟。我老婆被你打死后，我女儿去了林子雄那里，可是这个好舅舅却把我女儿弄丢了。这也算是你带给我们家的福气吧。不送了，唐警官。他出来了。唐警官，多年不见，又官复原职了，看着也不像啊。少宇在吗？我想见见他。你是谁啊？你想见谁就见谁啊！我亲姐姐是被你一枪给打死的，你现在还跑到我们家来找他女儿，你想干嘛？一码归一码，我现在要见少宇。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把我姐打死了，今天到我们家想见谁见谁，你没事吧？滚！
你们原来说我姐是杀人犯，还说她是变态。你们知道我姐是一个多好的女人吗？你们怎么不知道？我姐对老公好，对孩子好。我们俩从小，爹妈没得早，一直都是我姐照顾我长大。林子雄，你喝醉了吗？醉了。但是醉了，我也还记得，我姐是被你给打死的，你还害得我丢了外甥女。这么多年，我姐夫没说什么，我也就忍了。我没想到今天你居然到我们家，又来找少宇。你信不信我今天就弄死你啊？杨勇，你来了，站好！刚才有人掉下去了，赶快找人去救一下。已经有人去救了。怎么来这么快？刚才有人打电话到局里，说你在这儿。我刚到这儿十分钟。你想说什么？我知道我该被怀疑，但绝对是意外。林子雄今天太反常了。你得有证据。没法跟你回去，我马上就线索。什么线索？需要失踪的事情你也知道。对不起，你现在是第一嫌疑人，我必须带你回去。Thank you.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唐月有重大杀人嫌疑，马上通知各派出所协助调查。头，他肯定没跑远，就在附近。他敢把车停这儿，就不可能让你在这儿抓得到他。可是头，这车已经快还热着呢。33岁，是江城洞庭村人士。2014年5月8日晚9时许，在晴川大桥附近落水身亡。据目击者提供，唐月与死者林子雄在现场曾有过剧烈的肢体冲突。我们赶到现场时，死者已落入水中，所以我们初步分析，唐月有重大作案嫌疑。找白小若，你找我们二小姐？对。因为大小姐的事儿，她和太太出国散心了。那方琴呢？她男朋友？方总监，她男朋友？我们二小姐才14岁，哪有什么男朋友啊？你弄错了吧？
我刚好买了一件睡袍。看看，穿试试。我就知道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案子的。仅仅两天时间就死了一个人，这个计划是不是已经脱离了我最初的想法了？这件事肯定只是个意外。方晴，你还是走吧，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陪我的。我不希望你出事。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决定了要这么陪着你。没用了，这里的伤口已经好不了了。找到真相，一切都会变好，我坚信。今年的新款。又做噩梦了吗？他决定跟咱们见面了。他这么紧张白雪的事，看来也不是没心没肺。你错了，他就是被我点出的铁铲，麻醉喷雾和凌晨两点吓破了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唐月也是个窝囊废，我们只能靠自己。收手吧。我放不下。Thank you.
下面的路让我一个人走。我说过，你在哪我就在哪，不管你走哪条路。应该就是这里。你在这里等着，我先进去看看。放晴，还是我先进去吧。你就在这等着，我进去有危险，你就立刻向外跑。我不想连累你。记住，有危险你就赶快跑。警官，我只能用这种办法把你请来，不好意思啊。邵玉凤，你为什么要伤害无辜？无辜？你还好意思讲这两个字啊？当年你开枪打死林兰的时候，你就没有想过她是无辜的吗？今天在寒山工厂，那个叫方琴的人，那是你杀的。你忘了？邵云峰，不要弱呢，他在哪儿？邵云峰，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还想问问你想干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忘记了仇恨，不想再报仇了。可你干嘛又回来调查我？据出租车司机反映，初步判断唐月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各个交通关卡均未发现唐月踪迹，推断他还在本市。
心脚下。这个人就是十年前开枪打死你的那个凶手，他老婆不见了，十年前找我要，十年后还找我要。你疯了，你醒醒吧。是他害得我们的女儿离家出走，甚至他还杀死了你的弟弟。唐月，这些年我跟兰兰过得很幸福，不想被外人打扰，这一点兰兰可以作证。你他妈真的疯了。我疯了。这个药可是从你兜里翻出来的，奋乃静。看来你的精神分裂症还挺严重的。兰兰，现在你可以保重了。要杀方杰，林兰很好强，容易走极端，容不下我和其他女人一丁点关系。我承认我以前是有些毛病，但我现在全都改了，我心里只有他。把自己的老婆逼疯去杀人，还可以轻描淡写的说是毛病。和白小云只不过是工作上的合作，但他在电视里看到我们共同出席活动，他就受不了。那白小云是不是他杀的？他是需要治疗，但是医生能看到他吗？就像手机信号，它是存在的，但人们看不到它。那么脑电波呢？它算物质吗？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证明精神也是物质，可以脱离肉体单独存在？
聪明。再跟你说的清楚一点，生是一种状态，它不是永恒的，它在向死转化。那么死呢？它也不是永恒的，它也会变化。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林兰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死去就不存在。她为了陪伴我，一直都存在着生与死的叠加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看到她，抚摸到她。如果你想看到她，只有一个办法。上去。喝了这瓶水。你疯了，你他妈真疯了。这个女人是来找麻烦的。我知道的，我看见她，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你们俩了。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一定要密切观察，一旦发现唐月行踪，马上报告。
拦！为什么抓一女孩？林良去杀人，我必须阻止他。谁？你们看不到的。唐月，你不要让事情严重性。他去杀人，必须阻止他。但你们看不到的，你们谁也看不到的。我为什么看不到他？因为他是死人。不不，他不是死人，他去杀人，必须阻止他。你们只有喝一种药水之后才能看到他。你们看不到，只有喝一种药水才能看到他。你们看不到，只有他去杀人，必须阻止他。我再问你一遍，他是谁？这个人你也知道，林兰。杨队，啊，这事怎么办？先送他做一个精神鉴定吧。好。你为什么找唐月来查我？报仇。这话你骗得了唐月，骗得了我吗？我和白小云合作那么久，他家的事儿我比你清楚。白小云的妹妹正在美国读书，她才14岁。你都知道，还问那么多干嘛？小小年纪，我跟你会有什么仇？杨队长，唐月这些年过得也不太容易。他又是个重感情的人，生活工作上的压力都很大，不发疯才怪呢。但他也说了些很奇怪的事情，说实话我是不太信啊，但这事情啊毕竟跟你有关系，所以今天我来你这儿看看。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他即便是受了点刺激，但不至于认为铃兰还活着。更可笑的，他说林兰又杀人了。哦，邵先生，帮我个忙，见见唐月。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希望你能帮帮他。非常爱你的丈夫叫邵云峰，我们一直都很幸福，马上要去一个美好的地方开始全新的生活。
闭上眼睛，深呼吸，吸气，吐气。必须搜着他，你们都看不到他，只要我能看到他，必须搜着林兰杀人，不能让他再杀人，你们谁也看不到他，只有我能看到他。我和林兰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今天是受杨队的所托来看看你，顺便了结一下咱们十年的恩怨。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也算是报应吧。可是我怎么一点也不觉得你可怜呢？你既然要走了，在走之前能不能回答我两个问题？请讲。那个林兰到底是谁？白小若现在人在哪儿？唐月，你现在知道这些有用吗？别忘了你是个精神病人，会有人相信你的疯话吗？林子雄和方琴的死会让你罪上加罪，到时候我会亲自来给你送信，告诉你最后的秘密。啊，对了，你是精神病人，未必会被判刑，你就准备在这里待上一辈子吧。肖云峰，十年前徐雅的失踪了，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当年可是你亲自查的我。告诉我，他在哪儿？你觉得呢？你到底是谁？这里面都是铁栅的，他是怎么跑出去的？杨队，唐月他还解释。走。是你吗？对不起，委屈你了。小雨，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小雨，她不是我妈妈，她不是我妈妈。小雨，她是你妈妈。她不是我妈妈。你记不记得你八岁那年烫伤你妈妈？她不是我妈妈。你看。这疤痕还在这儿。她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已经死了，我亲眼看见我妈妈死的。爸爸，不是我妈妈。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你告诉我她是谁？
她是你妈妈，她就是林兰。我就是林兰，我是林兰，我是林兰。我妈妈的声音不是这样的，她就是长得很像我妈妈，可无论再像她都不是。你只是穿了她的皮囊，在这个面孔下，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不是我妈妈，小雨，我是林兰，我就是林兰，我是林兰，我是林兰，我是，我是林兰，我就是林兰，你不是，你是林兰，你是林兰，你是。跟爸爸先离开这儿，我们重新开始。小雨，只要咱一家人在一起，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和这个女人重新开始，和她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是你孩子的房间，我怎么会是你女儿呢？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混蛋，混蛋！你想打我是吗？你打呀，你打呀。小雨啊，那你让爸爸怎么做才能原谅我？那你就去地下和他团聚吧。126次催眠，慢慢闭上眼睛。叫林兰，是个已经死去的人，因为对我的爱，不愿离开我，所以停留在无常之境。
你的存在就是为了要陪伴我。现在你感受到我浓浓的爱将你包围着，就像浸泡在温暖的水中，你感受到了吗？感受到了。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想玩游戏。为什么？你还没找到我。去哪儿啊？你让开！让开！你听爸爸解释好不好？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小雨，你听我说。又见面了，少雨。林兰，你不是林兰。你是谁？我是林兰。他怎么叫你徐雅呀？唐月，他怎么会是徐雅？我不会，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你，谁还给我一个老婆？谁还给我一个家？我要凌迟唐月的心。我要让他尝遍人世间最深、最惨的痛苦。我被唐月开枪打死，因为爱你。不愿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留下来陪着你。我被唐月开枪打死，因为爱你，不愿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留下来陪着你。十年前我就跟你说过，杀我爱妻的仇我肯定会报。你看看我的林兰，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哪里不一样？就连身上的痣和疤也是一模一样的。小雅。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Thank you.
都伤成这样了，只能考虑整形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知道我做的不够好，我已经找你找了整整10年了，我对你照顾不够，我们的婚期一拖再拖，我知道你怪我。夏，你快点醒醒吧，跟我回家好不好，小雅？你才输了呢，输赢很重要吗？不重要，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这10年来，我很享受我用刀在一刀一刀戳着你的心，我很享受凌迟你的感觉。无论你对他做了什么，他永远不可能是林兰。他也不可能是徐雅了。10年来，不管你受了多少苦，我受了多少苦，现在可以结束了，跟我回家吧，小雅。我只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且我们深爱着。你只爱你自己。小雨，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妈妈，为了给你妈妈报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问你，妈妈临死前说的白雪是谁？谁呀？你不是白雪。妈妈临死前说的那句话，你不是
女儿，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错。我不会原谅你的，你知道我有多想他吗？我多想他，你知道吗？我可以把你的女人还给你，但你记住，下半生你就享受着你的痛苦吧。兰兰，看着他，这个男人就是找了你十年的那个男人。这个是你妈妈留给你的，希望她能带给你平安。是你的公主，还恨吗？恨，但是得放下。放下？对，只有放下才是对你妈妈、方琴还有徐雅最好的告慰。